大家都这样说，实力派的，哎，对不对？是，考一下，好吧？好，好，谁先唱 ？Dreamgirls， yes， 表现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先看一下 Dreamgirls 给我们带来的歌曲哦。而且是唱现场，哎，对，厉害了，不容易啊。接下来介绍一位美女，要为我们带来一个非常别致的这个表演。我敢说这个是精彩绝伦啊。那么她的这个肚皮舞在世界上呢都得到很多面这个金牌。今天来我们节目里面为您带来一段非常精彩的表演，一块来欢迎陈文宇小姐。
国际水准，世界无惊为天人啊！天哪，太厉害了，真的！你们还能讲出形容词啊？就表示你们是一般的凡夫俗子。我已经找不到任何字眼可以来形容刚刚所经过的这一段片刻。哇塞！但是勉强可以用一句话来说，就是销魂蚀骨啊！哇！就是那个魂魄已经，因为在随着他的这个舞蹈跟身材的波动，魂魄已经散掉，真的，骨头已经掉进了硫酸里面。哇，太惨了吧！这样整个已经就是哎，就是什么都找不到了。哦，飞哥好，各位来宾好，各位现场朋友大家好。好。那你不开口，我们一直没想到你是人类。哎呦，这个只有在中东的阿拉伯的国王还不一定看到这样的表演，真的，真的，不愧是一共得到可以说是十面国际赛事十面冠军的奖牌啊，当之无愧。其实大家有注意到他最厉害的一个地方，哎，是他下腰的同时，腰还在动。其实那跟人体的那个整个人体工学是完全不对的。他可以做到，真的是一定是苦练很久的。而且我的感觉是，他在行进间，他还有骨骼跟肚皮的动作。对，是真的，我都怀疑他里面的器官是有瞬间移位的感觉。对，飞哥，我来讲一个好，因为啊，这些销魂蚀骨啊，那舞蹈动作又配合着音乐，配合的完美无缝，天衣无缺。而且我觉得最厉害就是他的脚趾头很漂亮。哎呦！你这样也是叫脚趾头，脚趾头啦，这个很重要的。哎呀，通常跳这个舞都会打赤脚，他脚感觉是非常的细致的感觉。因为我常常看很多跳舞的人赤脚，那个脚很像鸡爪，你知道吗？对，都是比较扭曲一点，是这种感觉。哎，那像他这种人是不是有就是算是练足狂的一种？练足癖，哎，有一点哈，啊，不予置评，不予置评，不予置评。从他的头发就是美到了他的脚趾，就对，是，真的，我这个形容非常透彻，真的，哎，厉害，可不可以教我们几招呢？好，没问题。对对对对对，那我们就教肚皮舞最重要的一个虚弥的动作。虚弥，我刚刚看你头发也有动作，有，甩头。来，我们三位美女先来，来来来，长头发，肚皮舞。他们头发也还 OK 呢，对 ，OK OK 的。那头发要有基本功啊，对，不能甩一甩，然后你方法不对，然后到骨科去，对，可能要先放松一下。第几节软骨跳出来，哇，累了，哇，那怎么样放松？你们可以先稍微左右顺逆时针绕一下，别开玩笑。对，骨头等下才不会卡到。就练，来来来，男生也要学一下，热身热身。有点吹乱。我跟你讲，没有头发，才要学。我跟你讲，怎么甩头发？飞哥，这个暖转到我头都出去，头发都还没起来，飘一下，太危险了。所以你这个讲的又不是转到那个速度，已经像直升机飞起来，头发都还没有起来，小叮当。然后第一个动作可能是虚弥吗？哎，对，这样。甩头，甩头，我们可以先面对背后，然后我们头朝镜头，那你可以手双手放在上面。你们大家先看，那用头去画一个八字，用头发去甩一个八字。哎呦，好像黄俊雄的那个布袋戏一样的。好难，哎，你们小心别受伤，别受伤，真的吧？小心不要扭伤。你们再仔细看一下老师怎么做，来，老师再做两个。哇，他脸部还要跟着侧摇啊，不然会脖子好软哦。好，来，李玉芬先开始，哎。你这样感觉好像男朋友在甩他耳光的感觉。对，你们可以动你的腰去带动一个八字的感觉。全身好软哦，飞哥。哦，所以不是只有头而已。李一芬看到没有？你刚刚是这样头这样甩着，是不是头有这个动作？我是没有头发不够长，不然我就是马上就。男生也李一芬来了。腰好像要比较软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可以用腰去带动你的头部。你现在不用管腰哦，对对对。你看，你看。好像有些影片里面可以看到，其实是要有轨道让他的是蛮困难，厉害蛮难的。来，宋敏珍，放轻松，你看到了吗？哎，这个就有一点天分，有一点。哦，哎，这个还不错哦。好来哦，头晕的，头晕的，好，好难哦。写一个马头。
定。哇，摇头。奇怪，哎，好 ，Julia， 我来。这时候才看出男人的本事。甩起来，飘起来。上吊。年纪那么轻，腰先扭到，就没扭到脖子，扭到腰了。我头发不是这个不能，这个不能太忘我。零嘛，娘呀，这不能太忘我。吴小姐跟那个谁，来来来，你们两位来试一下，给试一试看。好，第二个动作。第二个动作是我们臀部快速的虚米，你可以膝盖稍微伸直，想让你的臀部的肉抖动起来。哎，这个就是我觉得好像最难的啊，你们会不会觉得最难？很难。来，你们女生都能站到老师旁边来，来啊，老师在中间哈。老师开始了，你们大家就开始跟着做。你的膝盖打直，稍微前后动，对，臀部就会肉就会抖起来。哎呦，哦，这个大家很厉害啊！这个里面竟然最差的是朱海军。哎呦哎呦，这就不太可能了吧？啊，你们两个不错。然后上半身不能动哦。他们三个 Dream Girls 还 OK， 对，很棒。就这样动啊？怎么样动？上半身不能动，哎，动得厉害哦！你们，飞哥，你这好像是另外一种舞蹈。哦，好好看哦！这个不是，人家有男人，人家有 Dream Girls。我们以前是同一个经纪公司的，我们要先进去的时候就开始先抖着那个屁股进去。你们还是有备而来的。我们是一个新的团体了，对。来来来，老师陈老师在中间，好来，好来啊！不要拆散我们，也是一样带动。嘿，好来，膝盖前后抖，跟老师走。哎呦呵，哎呦，练筋哇！这怎么抖出来的？好不协调。看老师的屁股啊，现在是不一样的，他现在是在摇。老师还会移动脚。好大声哦！我只能在原地而已。往前移动，可以往前移动。你们三个人是在打那个蔬果僵尸大战，我的裙子掉了，尿失禁了都。哎呦，人家好不容易裙子掉下来，有人家有 Dream Girls， 我们有 Hell Boys， 谢谢老师。Hell Boys 可以，这些人有可以可以，很棒。哦，好累，好累。刚才甩头原来是阿拉伯数字，我以为是国字八。刚刚我们出去的那个画面，哎呀，不错，我觉得你们可以真的是学习，好不好？我非常谢谢陈老师。